来玩这款在进行封测的地心英雄放置联盟。哦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只好忍痛跳过。赚到了啊！下载容量还算是挺高的啦，1.2G 吧。质感看得出来啊！啊、哦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正版授权啦、啊！高速强灵，我呀，神力女超人，是我一生的挚爱。OK。看到我鸡皮疙瘩，不过那蝙蝠侠的大招就是有点弱掉了。哎，这做得非常好，难道值得一玩？来啦，重现剧情了吗？众英雄挑战超人。哦，他来补血的。哇，很帅气的。全灭，嗯，少了一点配音哦，有配音的话临场感是更好。其实剧情也算值得看的啦，确实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、哦、反正在封测嘛，正式推出的时候好好的观赏吧。一开始是蝙蝠侠再加上猫女，三个绝招点可以放招了。奇怪，明明爆，明明是蝙蝠侠打倒敌人的，怎么后面 solo 是给猫女啊？哎，有声音，有声音嘞。You just never get tired of these techie toys, do you? 啊，大致上看一下就好了，好吧？右上方可以切换战斗视角，来观看敌人的资讯。属性相克很简单哦，就是只有这样而已哦。互换位置，进行战斗。有没有战斗加速啊？战斗节奏稍微慢了一点。有抽角色吗？母盒啊、哦，母盒就是抽角色的。进行真招，送了一抽，真是大翻，我都要流眼泪了。蝙蝠女孩 ，OK， 哎，这个角色模组好生动哦。
要继续战斗了，又多了一位蝙蝠女孩。要看吗？跳过好了。角色强化页面就是这样子，放置类型的游戏嘛，大致上就这样了。蝙蝠侠先生嘛，史诗级的品质哦，先给你了，升到破产。好，进行战斗啊，这个地方我就把它剪掉吧。哎呦 ，BOSS 啊！啊，右上方开启了自动战斗了。技能部分是不是可以透过选项跳过？鲨鱼烟挂啦，拿到了鲨鱼烟一只，再也不用到卤肉饭那边去点餐了。这里就有一只肥硕的鲨鱼烟，长得挺可爱的。其实邮件是空的啊，这边更新完可以拿到200钻哦，200钻其实好啦，正版授权就这样嘛。我一定要拿新愿的话，一定是神力女超人啊，不是因为这只是手抽推荐哦。是因为我喜欢的是神力超人，作为一款正版授权的游戏，没错，奖励非常的糟糕，这一点毋庸置疑啊、哦。毕竟这次要做成，应该要氪金倾向的、啊，正版授权原本就很贵了、啊，是不是？好了，不然游戏我就玩到这里吧。相当不错的一款游戏哦，正在进行安卓封测，如果有兴趣，好好的体验吧。本支影片就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